整整3000年，终于推演出来了。可以直接从生灵身上强行夺取灵气，然后再聚气承担。阵法志在必得，此地各族选手汇聚，灵气丰盈，地利已成，厉害成威胁了。我必须要通过林雪离开林海城，才有机会找到当年的真相。藏了只雏鹰，我这云氏小霸王可不是白叫的。世间灵兵皆是源于我，宾主不绝，武魂不灭。我不会输，我一定会通过遴选的。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证明给我看。